结婚对于女人来说是人生中最为重要事情之一。来自捷克的女子 Dita Pip 在15年的时间内竟然结婚了88次，堪称世界上结婚次数最多的人。Dita Pip 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她想体验不同的生活。当她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中，她会全身心的投入到妻子的角色中，和丈夫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。